电话，我要开 command。你连接到就没 WiFi 啊？哦，没有嘞。哎，就对啊，这把刀连削这个都不利。你用斯宾利的刀了？啊？你用斯宾利的刀了？还有？看一下 ，Hello， 大家晚上好。哇，今天过个不一样的地方，然后。原本是想不直播，可是昨天一来到的话，看到江北大喊了，还是要直播啊。晚上好，大家。晚上好，晚上好，大家晚上好。老李，这厨房漂亮吗？漂亮的写漂亮。漂亮的吧，多大力的分享好不好？啊，你看，我去到哪里，我一定想到你们了。只要地方允许的话，刚才马上赶快去买了那些。那些食材，你看没有油啊，都跑去买油啊！你讲够不够力？给不给力我？给力。我给力，也希望你们也给力，帮我大大力的分享。漂亮，他们讲。等一下，我 adjust 一下那个镜头哈。哇，大家晚上好，全部都进来了嘞！哇，大家晚上好，晚上好，欢迎来到 Chef Ivan Tan 的爱问厨房。这里是 hotel 来的，你们知道吗？这是 hotel 来的。是 hotel 来的，啊、哦、，hotel 来的，看。hotel， 我儿子还在睡觉，你看 ，hotel 来的，然后我们就他有一个厨房，然后呢，他讲说要开播。这样漂亮的厨房不开播哪里对得起你们？今天要教大家煮什么？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一道菜是什么呢？分享的这一道菜就是拔丝芋头 ，OK， 就是拔丝芋头 ，OK。这是酒店，我们在 KL。我们在 KL， 我们今天刚刚拍完那个家庭照，他们是装饰啊。光是我们拍那个家庭照，跟孕妇照啦，我老婆的孕妇照，所以搞到现在，吃饱就马上跑来开锅了。是哎，厨师有职业病的，一看到厨房就忍不住哦。谁讲的？不要讲厨师哦。如果你们会煮的，去到一个很漂亮的厨房，你们也想煮，去好掉找一些东西来煮的。开房啊！好没有带灯光，太多东西要带了，整辆车满满呢。然后就没有带灯光喽，这个灯光 OK 嘛？大家将就一下啦。将就一下啦，这个灯光如果不 OK 的话，我就要把这样子射过来了啊。你看我要这样子，不能，很黄。他们问你先讲什么？是潮州甜品吗？对，哎，这是潮州还是福建？我也不知道哎。反正我就知道是拔丝芋头了。你开冷气吗？很热。来，首先我们需要准备的材料是芋头啊，然后小洋葱四颗，芋头这里大概是一斤肉左右，一斤肉，然后冰糖半碗，不要吃那么甜，你们可以放少一点。你看，我也不知道我要怎样试验，你们看朋友们。有没有看过我这样狼狈的？你看，可是人家说啊，炖多塞来秀，我试看是不是真的啊？原来你磨了也磨不到咩？磨不到了。Hello， 大家晚上好。晚上好。那刀你看刀不利。我看我切这粒芋头啊，切到了应该要10:30。你们要给一点耐心啊，因为我没有想到这厨房这样美，然后刀这样不利的，然后不可能自己也带买刀出门的嘛，然后中警察 block 嘞。他用这只还磨不到哎，我已经磨很久了哎，没有功夫是吗？要不要我帮你磨？来，
没有没有，这东西全部是酒店的。这除了芋头跟冰糖，还有洋葱是我的，还有油，油也是我的。啊，刚刚去买的。刚刚去买。这些盘盘叠叠碗碗，不是不是他的厨房，他没讲你厨房这么干净。啊？不是他的厨房，这是hotel的厨房。我们出门。我们出门，我们现在人在 KL。啊，我们在 KL。然后就租了这个酒店，因为我们来做一点事情嘛，然后就看到他的厨房这样美咯，不直播的话有点浪费啊。芋头是偷的吗？芋头哪里有的偷啊？介绍一下。芋头去买的嘞。哪里有的偷芋头？介绍一下。这里芋头十二块啊，买的啊，偷的，对，跟几百偷的，几百啊，不是，不要听歪啊。有啊，有用杯的那个底膜也是没什么力，因为它真的。我的这个碗啊，有磨到看黑黑的。太钝了，这个。这个是完全太钝了。今天煮什么？现在煮拔丝芋头，我看拔不拔得到了哈。因为担心那个火力不够。对对对。不是啊，他们叫你出门要带刀了是。不要，我带刀用咯。粉丝们，你们真的是这样对我们？什么酒店看起来很美？哇，900个人的，你们真的是美哈！你们真的太现实了，看到厨房这样美。来，很多人问你芋头怎么样选 ？OK， 芋头怎样选？首先，这个问题现在才问，应该刚才问的。有很多人问了，我没有读出来。现在那个芋头已经卸到这样了，叫我怎样教你选？芋头拿起来，首先。啊，按下去不要软软的 ，OK， 第一点。那第二点，刚才那芋头啊，它的头啊，要缩小的，不要买大大个的，因为缩小也就是它开始收水了，收的越小，证明它越松，啊，芋头会越松。那如果你们买到真的很小的话，然后又按到很软的话，恭喜你。这个芋头是烂了的，你们一定要按下去是硬的，好像因为我这个手都很小嘛，有没有看到我这边按下去是软软的？你们这样按软软，你看它是黑的。哦。啊。OK， 明白了，明白吗？大家。明白吗？明白的先明白，因为在这边。芋头最怕就是买到不松的，对不对？吃起来那口感根本就不对哦。你比赛完温度打磨了一百盖了。没有其他。一百万。今晚煮掉一刀吧啊！一刀吧啊！应该9:30了。削一个芋头都削一个小时，你还要我煮几刀？如果是我家的那个，一二三我要切好了。然后这个我他不懂这个炉能不能煮哎，现在还是一个未知数，这个炉能不能给力？我告诉你们，是因为你们。你们这帮铁粉我才开播啊，如果不是啊，我一定不开播了，当然会给人家笑啊。这个炉啊，这个炉不是他的啊，这个锅全部都不是他的啊，这个厨房也不是他的，他这个所有的陌生的地方，陌生的厨房直播。你等一下不懂会不会漏到鬼口？我告诉你，漏到鬼口的那个发现率是很大啦。你们如果想要看我出丑的话，也是这一次了。OK。他们讲，如果煮一道的话，就是欢乐时光过得很快了。啊，今天欢乐时光没有过得很快的，削芋头都削一个小时，怎样才快？没有法度快。对，1001把刀啊，这边。哎呀。不好发抖。明天 housekeeping 的讲一年欧浪啊，不都伤害家教啊？buat sampai dapur saya ini macam kotor-kotor 一直叫你用他的那个碗底来磨。有我磨了。人家在杀猪如果用那个磨。今晚煮什么菜？拔丝芋头。这么我的这边会这样的，你看。退出再进来过。他们讲这次真的是很考功夫哦。真的是笑料了我。下次去酒店，带你的刀，借厨师的刀，应该是去楼下借的你。我刚才应该在那边借，
然后朋友们还有记得在切芋头，如果做这道菜的时候，芋头一定要切得够厚够四方。我不要割到这个，敢敢切大个，所以我不要割，敢敢切大个，不要切到小小，不要切到薄薄。这个时候不是讲刀工的时候，这个时候是讲什么，讲口感的时候，不要把它夹厉害，这样子切到小小。我找不到你卖的衣服的 patch， 卖啊，卖 fashion design 哈 Karen。My fashion design， 好料了吧，十一头老板，你在哪里酒店？啊？在哪里的酒店？我达林家业。Uptown。Uptown 这边。我在 Uptown 这边。我们在 KL 达林家业 Uptown 这边。然后。等一下，人家来打抢我。哈哈，让人讲话。我们在 Uptown。等一下，狗仔队。是的，狗仔队来拍我怎么办？狗力了了。来。来，朋友们，这个哎，你们自己。竟然做拔丝芋头。对，拔丝芋头，这个哎，我跟你讲，蹲多塞来秀啊，那刀真的是安尼框框袂晓了啦。这个酸啊，小洋葱就把它切到小小个啦。进来的多多分享啊！进来的朋友记得把多多的分享。你看，虽然讲刀不利啊，我还是可以切到这样薄的。很厉害，刀工。啊，那个房号几号就不要告诉你们了啊。房号几号？房号2180。他们很多人都靠近这里耶。是没？快来快来，把 uptown 塞满车，然后你们一起按喊，不不不不不不不，这样子。来，眼睛看呐、啊。来。我第一次看你切那个，说你切到那个样子，狼狈的样子是不是？很粗啊。没法多啦。这个他们讲的刀工一流啊，这个叫一流。哼，会煮菜的就看到我会煮菜的人一定讲我刀工一流的。这样的刀我都可以切到这种效果出来，你想不一流啊？一流啦。下去吃那些冷麦，那里那些冷麦好吃。啊，到哪里那些冷麦？他们讲要送刀过来给你。我来，感动咯，不要了。你们送来我的刀没有用了哦。我在门口了。好来，朋友们，这个芋头我刚才已经预热了那个油，我们放下去炸，看得到吗？来，我近看。要近啊，这边。这样子，等一下哈，我调一下 ，sorry 啊。因为接下来都是在这边比较多。哦，这样子，给人家看你屁股没？不然。没有，这边色吗 ？OK。看不到我不用紧啊啦。你色那边的，现在不是随时看到我。这样色这边的。我这样肥，等一下。你能这样拿着半个小时没？不能。等一下，我找一个位置没了，哪里呀？我觉得你来这边，然后。直接设这边就好了。OK。去吃福建面哈。哪里的福建面？等一下哈，我找一个零的位置给你们，我不然这边看不到。对。你们等我一下哈，肥婆比较难走路。等几嘞呢？搁等几嘞呢？阿公啊阿妈不回来，我等几嘞呢？搁等几嘞呢？还是要这样子设。对啊！你要这样子试一下哦，那边试。这边啊，这边吗？可以了，这边了。好，这边、啊。水水了。OK 了，水水可以烧水。来，朋友们，油温升至大概240度，把切好的芋头，我忘记拿枪来啊。第一，240，烧下去。哇哦，炸啊！再炸。啊。然后我们放这个炸熟它，啊！吓到我以为他没有给我这个哩，吓死宝宝了。来，我们放下去炸。晚上好，亲爱的朋友，好大力的分享。那朋友们，你们记得，你们。学会了过后要记得把大力的分享 share 出来。我们现在在 hotel， 我们在 KL 布达林家要 uptown 这边的 hotel。安妮，晚上好。然后这间 hotel 有厨房，然后他就忍不住要开播了。
所以去刚刚去买的材料很赶哦。他去买了材料，然后回来马上开播。那个培生讲我像古天乐。没有啊，他比古天乐帅啊。哈哈。我是比古天乐。古天乐的粉丝不要打我哈。对对对，厨师最重要要有一把好刀，然后这个啊。基本上都在我家族，应该不会是这样啦。你看他一下，他们讲到这边要吃那个福建面呢。哪里？来 inbox 我好不好？要吃福建面的朋友。他们讲阿胖的福建面呐、啊，吃福建面。他是晚上吃还是早上吃的？晚上吃掉，我们就下去吃了。如果晚上吃，我等下就下去吃好了。煮好这芋头，我们下去吃。我煮好这芋头，我要下去吃好不好？只邀请。来，只邀请，我是福建面的写。这个不要下水啊都。嗯，人家很多人写嘞。嘿，我老婆一直觉得我的粉丝不挺我的，你知道吗？来，朋友们，如果想邀请我吃福建面的，得写福建面加一。你这云南你来的，去买了啦，裴先。我刚刚在嘉悦公司楼下就嘉悦公司了。明天是上没有，我们今天有拍一个那个一个。广告的那个、啊、广告，我们今天过来拍一个广告的，然后跟谈一些厂商合作的东西。福建面是晚上的东啊，晚上的他们讲。晚上的 inbox 我一下 ，inbox 我一下，让我知道一下在哪里。现在在哪里？我们现在在 KL。我们在uptown。福建面是晚上的，可是没有人讲要请你收的呀。哎呦，福建面加一都没有。要不然你们应该误会了我的意思是讲想要请我吃福建面的人写福建面加一，然后没有人写了，前那个前三个没人写，前三个人没有人写，没有人想要请，是不是你累了？看一下网线是不是不好？有，不可能的，没有人要请啊，你请他们就有啦。我靠！真的没有人请我嘞。有啦，下面有人写啊，有啊，福建面加一，有啦。来。去老兵们去找福建面在哪里啊？有啦。有啊。不然我等一下啊。下水。给我老婆笑死啊！笑什么？笑我讲说啊，那个粉丝没有邀请我吃福建面的意思，你讲了过后，我们才写福建面加一的。我老了呢，Oh my god！ 咱们啥了 ？Uptown 上城福建面 ，OK， 明天，哎呀，明天。哎，上城啊，上城好像在这边吧？喂。在楼下吧？没。哦。有经过刚才。好像刚才有看到嘞。有啦，很多人请了。有啊，我谢谢你们。好，如果想要请我吃福建面的人，进20块去我的户口。打好，帮你们打好 ，OK。还有那些人吗？是哪里哦？还有那些人吗？是哪里？可是我们明天就要回了啦。来，我们看一下那个锅。给我点工麦啰嗦，看一看这个锅，就知道这个锅。今天在酒店。那我们就是这样子站。我家里酒店太远了。来，我们就是这样子要站，因为这个我也会炸两轮呐、啊。为什么？因为它的锅，我家的。火炉我都嫌它不够热，这个比我加的还要不够热，我没香料。加了一波的福建米 very good。加了一波很远嘞，然后我们拿筷子，因为这边没有筷子，我就拿叉子啦。很松哦，这芋头。啊，很松。这芋头真的很松。那是人们早上吃的，这样早上要去吃那些人们了。OK，inbox 我好吗 ？Uptown 的那些人们在哪里？什么店名啊？那是了吗？哦 ，Village Park 啊！哇，福建面加一，好，谢谢你们。哎呦，很多人要请我吃福建面哦！哇，爽到没有朋友聊了。我的宝贝是叫你，那你可能放孩子一个人在酒店跑去。我带一定玩他起来，然后去吃的啦。我以为这间好像很便宜吧。他这边那么大，有一间房间，一间厕所，他好像 service apartment 这样的，对，跟一个小客厅，一个小厨房，一间厕所跟一个房间，才一晚200多块吧？一个晚上才200多块，很便宜。OK 啦，比我酒店还要便宜不？那你啊？我就
飞车带你去吃谁？小仙，谢谢你，小仙。车，你的车有翅膀了没？介绍一下。他们一直讲那拉丝拉麦这样吃，想到我明天早上很想吃拉丝拉麦。OK， 明天早上我们就吃拉丝拉麦。对，还有一碗200多块，有一个客厅，有一个客厅，有一个厨房，然后有一个厕所跟一个房间，我整给你们看，要不要 ？OK， 来，我们先这边放这张，然后去拖我的房间。来，不要不要不要，我拍给大家，拍到我。来，这有一个客厅哦，哎呀，然后我儿子，然后有一个房间。拍到你就不可以拍你儿子就可以，不用紧啊。然后厕所这样子 ，OK， 好，转回来。管理圈了，这样子咯。你看我老婆拿到那个，好像长长这样。哎呀，不要煮了，没有啦，这是一个甜品来的。这是甜品来的，朋友们。因为来到这边很想煮，可是又不能煮到很紧凑的东西，就只有煮这种不是很紧凑，可是很奢侈的东西哦。嗯，一个芋头甜品。我有很多东西吃哦，你们介绍的哦。谢谢又饿了，刚刚我吃饱饱又饿了咯，这样多东西吃的这边。他们讲要套很多东西吃的嘞。嗯。介绍一下，我下次要出门的时候啊，我早一天我就开播，然后我就跟你们讲我要去哪里，然后我就先做那个。市场调查，看一下那边有什么东西好吃。问粉丝知道。啊，这样我就不用在这边扎这个芋头来吃好吗？为什么不可以拍你肥吗？我也给你们看这样肥的样子。来，我们先把它沥干，然后我加到第二轮，它基本上是熟好了，我沥干它。不要问我为什么用这个沥，这芋头很香哦。没要吃甜品吗？没有啦，这个是。为这个是为你们对来在阿汤的朋友要吃吗？要吃我放在酒店的 lobby， 你们等一下过来。刚刚在你那区有遇到我们吗？你有没有遇到我们？应该遇到他也看不到了，因为我们没有化妆嘛，他认不到。认到你吧，你都没有化妆的。有。来，我们把它先捞起来先。明天等你们直播跑去。啊？明天要见很多人，所以没有不能直播明天。明天就要叫我直播。明天我们要去那种沙波浪商店。明天我有直播。你要去直播、欸？要，我在那沙波浪商店那边直播。我们会去那些卖碗碗碟碟的店。沙波浪商的店，你们要看吗？啊，要的写沙波浪商加一。你们讲，明天我们去沙波浪商店看一些碗碗碟碟的东西，要去买一些碗碗碟碟的东西。你们要看吗？要看的话，你们写加一。我要去买一些那种玻璃碗啊，对对对玻璃碟啊那种啊。我家的那些已经不够用了啊。来，我们这个先把。几点面不确定啊？那。明天不确定耶，明天如果是。见那些人，然后不懂那时间见到。应该是3-4点了、啊，我觉得最早啊。是。嗯。因为我们吃个饭来都要2点左右，然后去沙波浪餐厅逛一逛。因为你知道啊，一个在厨房，尤其是像我这样帅的男生，又可以进厨房，又可以出厅堂啊！一进到沙波浪餐厅嘛，就是那种你知道叫做勾魂勾这有的，能够 check in 不能 check out。我怕他去沙波浪餐厅的，他跟你们一样的。他去沙波浪上顶吼，就在里面哦，不能出来了。然后我要等他，好像他在衣服店等我这样。哇，我在衣服店等他1个小时，他没有讲什么的。可是啊，他只要等我半个小时，那就好了嘛。好了嘛，我怕沙波浪上顶。很多人要看你沙波浪上顶嘞。好，明天我去直播，明天记得守着我的沙波浪上顶吗？不是你的，是你去逛。啊，我去逛。OK 啊，要看啊，你们放我飞机，没有哎，妈，我不是放你飞机哎，是我们突然间想到你要来呢。谁？妈妈。你不能来啦，今天这样子都。啊，掉 ，Josephine 蛋，指点哦。两，今天我们去拍摄都一整天了，阿英姐拍到。仙仙，小仙，这边没有猪油渣。
哈哈，有这个油啊、哦，朋友们，对我再跟你们讲一次啊，这个东西，这个的猪油呢，你们我现在是用生油，你们要用猪油都可以，没有问题啊。然后我们油温给它刚刚加上了。啊，他现在有路边的 burger， 很多人排队的。是吗？我们还有很多东西没有吃，你知道吗？就对了。我们刚才吃到一半，时间已经到了，我们赶快打包就上来了。我的甜品都没有吃，直接打包啊。是。那我分两轮啊，朋友们，因为我要给它的油锅热到热热，然后我们才分。明天中午咯，中午的时间咯。OK 吗？你要请 body guard， 明天几点？我们不需要 bodyguard 的啦。啊 ，Elisa 有共鸣了，能够也是跟我一样，能进不能出的、啊。要去沙波浪场点几点开播？沙波浪场点。不要去一。晚上好 ，Elroy。不要去一天、啊，他们讲没有时间逛那么大间的。一天没有了。没有去那个是真的是专门是进去都是卖碗碗碟碟的。来，我们炸第二轮，可是我就不炸完了啦，我先炸一半就好，因为什么？它的锅啊，真的是不够大，啊，它的火真的是不够大，那我就炸它脆就好了。OK， 来给你们看一下。你看他开直播一定要煮的咯，他不可以跟你们聊天的，他要找个东西来煮。不然他我的手没有动的话，我感觉不知道两只手要放去哪里。好，第二轮这样炸一下子就好了，我们把它捞干，捞起来就好了。OK， 应该我觉得做这样都够了。啊，我们要去明天去的碗碟店也是在附近吧？啊，对，在 BJ 吗？你要早点出门了。对，那这两班几点开？我们不要吃。啊，杰西恩。OK， 谢谢你，杰西。我煮酱就好了 ，OK 了哈、哦。不然呢，我们两公婆还要去吃那个福建面。等明天去了先，如果 OK 的话，你们才去。我们现在还没有去过的那间。啊，等我们去了，你们看一下你们 A 干没干吗？这样我不就跟那老板拿 commission？ 等等哦，来朋友们，我就坐这边就好了。那边我就不要做了啦。要不然七点开始要回哦，很迟哎，因为我们回去 Para 哦，还要两个小时多哎。来放一点油。我们差不多中午这样就要走人了咯。最迟五点。朋友们，我们在锅里面就放一点油啦。放少许的油。这个会爬零刀的。不会有锁紧紧的。排练到是因为没有锁紧，然后呢？那是你们早上六点半就开好了、啊。我们把这个蒜米倒进去，你看倒进去都没有声音的，没有沙沙声的，没有吱吱声的，一点都不留意。来，我们就是，你看这个厨房啊，真的是。要很有耐心才能够。那我们煮了哈，要去敲隔壁房的门，看有没有人要吃。我跟你讲，搞不好隔壁房的人会敲我们的门，因为他闻到味道。先跟你讲。他扣扣扣他，啊，请问你们这边是在煮什么啊？很香嘞，这样子。那火太小了，你看。对，火太小了，因为他没有火。来。进来的朋友记得把大大力的分享喽，还有朋友们记得煮了过后，不管是在 group 还是在哪里，记得要 tag 我啊，让我看到你们的 post 啊，啊，这个就是我直播教学最大的动力啊，我不要求什么，就要求你们的 post 那些我教的煮的东西，然后你们要 tag 我就对了啦。啊 ，#Chef Ivan Tan #Chef Ivan Tan。有一个人问他17岁的女儿，切辣椒辣到手，要怎什么方式才能什么？哦，才不会啦，
很简单啊，你把它切就 OK 了。不是，它已经辣到了。哦，辣到了啊，辣到了没有关系，拿一点盐。可是如果已经是一段，就比如讲晚餐的时候辣到现在都放都没有用了的。哦。你要切好辣椒的时候用盐巴跟醋去洗一洗。然后才洗清水，再洗肥皂，再洗清水，这样还应该不能拿，应该有一段时间了。啊，如果是一段时间，可是辣也是半个小时辣吗？不可能辣到现在吗？对不对啊，朋友们 ？Hello， 来晚上好，来把这个小洋葱爆到它香香了过后，我们的冰糖倒进去，因为我煮一半我就倒一半啦。OK， 那我就倒一点水啦，把冰糖煮融它。在煮芋头。OK。那种潮州的一个甜点。对对对，潮州的甜品。我这边我在煮着，我另外我，然后呢，我们又在准备。我跟你讲，这些酒料很好哎，你看还准备很多个锅给我。给你哈。太开心了。反正他准备这样多锅给我也没有用。有人问你做了几年的厨师？我16岁做到现在的，我现在32岁，16年了。我已经16年算是老嘛。年轻啊。不是我所谓的老，是经验老道的那个老。啊。来，这个好，朋友们记得啊。我们这样子去煮它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一样东西，记得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糖浆要煮它融，煮它浓稠，然后尽可能你们用冰糖，用冰糖就不要用砂糖。为什么用砂糖呢？很容易反砂，当它一反砂的时候，它就不是叫低哦，它叫反砂玉，它变成是广东菜的。另外一道，啊，这个是潮州，第二就点欧，啊，然后它如果是反砂了，变成反砂，就是反砂玉 ，OK， 那就是广东菜了。雪西，我现在就肥到不敢见的鸟哎，难得是食材开始不会老。不是，我不是讲我老，我现在都没有讲我老，我是讲说，我进厨房16年。在厨房算不算是一个老师傅？啊，我的经验。这个叫是叫潮州甜玉。对哦，就点哦。对，潮州甜玉。差点哦，是不是这个叫？啊。对呀。差点哦的。差点哦，差点。来，朋友们，来镜头放。煮到它冒起这糖浆，冒起小泡泡。把这个放下去。到很久很久没有吃过了哎。以前外婆那边常有做。哎呦，可以这样多的呢！哎呀，笑完了，卖泡你了。也不能反你。这么你不要用那个平底锅嘞。来喽，朋友们，有没有看到？这个就哎呦。掉出来啊！这个就是叫做啊。我们在哪里酒店啊？怪懒人用的东西，哎呦，你看，明明好好地唔得嘅，哎呀，哇，超香的。有人问你会不会做芋头泥，来，你给我解释一下。做芋头泥，我的芋头泥出名的嘞。上电视的嘞。直接去买就可以了。啊 ，inbox 新主意下单，不用去做啊，做到来慢都翻了，真的。只是单单磨都要磨三个小时，炒都要炒。我单单做这个动作啊 ，OK， 你们可以用这一招来做芋头泥，这样子，然后那芋头就是不要炸过，直接这样子炒到它烂掉，磨到它烂掉，有没有看到？好像我刚刚就是磨到有点烂了的，啊。好，来，我们要做拔丝了。
我们现在做拔丝的动作。这还没有好了哈。啊，这个可以吃了，我们要做拔丝的动作。会卡吗？来、啊，会卡吗？什么东西会卡吗？没有，有一些个人讲很卡。一定要用啊、红蒜头吗？因为如果可以，知道可以，如果不用红蒜头，哎，红葱头的话可以煮素的。啊，可以啊，可以啊，你就直接包那个糖浆就可以了。你包糖浆就好了，包糖浆就好了，朋友们，来，跟你们分享一个拔丝的，把冰糖放进去。让它煮融它，可以加番，番薯一起吗？番薯啊，也可以啊。来，哎、做一下。现在我们要做那个，啊拉丝的动作。那拉丝呢？记得啊，我们拉丝一定要用糖啊，用冰糖，然后把那冰糖，如果你们有那个测温枪的话。你们就是把那个糖煮到一百几度，160度，对，160度，然后才关火，然后一样是放一点水下去煮，好像我这样子，然后煮了它有一点微微的焦黄色，它有微微的焦黄色就关火，关了火呢，我们就让它开始降温。然后现在其实这个就可以吃了，可是这样子啊，看起来还不够阿达斯吗？我一放一拉丝下去啊，它就很阿达斯了。好料，感觉很好料哎！我这道菜真的很久很久没有吃了。朋友们，我真的很抱歉，我没有办法接受你们的好意。那福建面留等下一次，我必须要吃这个了，因为太好吃了，很好吃。有没有紧张吓到？你的地瓜球几时交？啊 ，Hello， 依兰姐。啊？我这不是。这不是新厨房哦，这是酒店的厨房来的。我们在 KL， 这里酒店刚好有厨房，然后就忍不住手痒了拍播。这冰糖分量多少啊？哎呀，一吉罗的那个芋头，我看一下这包啊。一吉罗芋头150g的冰糖，一吉罗的芋头150g的冰糖。要甜一点，可以自己再加。今晚的厨房很美，我们要装修一个厨房出来哦。对对对。装一个 L shape 的最好的了哈。对对。你那还可以这样拍，可以那样拍。对呀、啊。我要去装修一个厨房，给我一点时间来。我现在在装修这我的厂，我的工厂楼上，我要做一个厨房。然后就是开 line 的，要不要？要的写要。啊，因为像那个厨房是我 temporary 的，在我家嘛。然后有时候我做工做到一半啊 ，break 一个小时，我可以直接开播啊。然后我就不用说又跑回家、啊，然后我的团队又可以帮我准备一些食材部分，所以我就没有这样担心哦。来，要了，谁要？有很多人要啊，拿一个给我吃看，回味一下阿妈的味道。来，我老婆吃。可是油不够热，油够热的话辣你不得。嗯，我很久没有吃到这个味道了。哎，那个芋头很好吃哎。很爽啊。嗯。要吗？大家都要吗？嗯。然后这个冰糖，我们把它煮融它。太好吃了。啊？很好吃。好吃哦。嗯。那冰糖一直煮它不？有什么叫狮子头？
这个做的是狮子头，不是啊。他们，我问你可不可以教他们做狮子头？好，狮子头啊 ，OK。可以拿一个来一下。拿，怎拍哪去了？我看我的拔丝还没有做好，我老婆就吃完了，就吃完了啊。吃完这盘了。要学狮子头噻 ，OK 了。什么来的？一道中国老菜。嗯。太好吃了，奇怪，这么阿妈的味道，这冰糖待会会不会捞到龟头？不够热啊，温度不是不够热，够热，它的温度一直，它的糖一直融不完的，融不完就是温度不够热的。好了，我不管，也不用管它了。很好吃，这个你们可以，不是糖水了，甜点来了。它是一个甜品，啊，我们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甜品不只是冷食，还可以热食，这绝对是一道热的甜品。太好吃了。来。要给我吃完了这盘，还比刚才那间店的好东西好吃。哈哈哈哈，老婆讲这种话，我都不好加音他。哈哈，这么辣，冰糖是要拔不到丝的，要洗沙去。不能拿那个温度捞回口了，漏到满地了吗？那对啊，要拍照哦，差点忘记掉。可以吗？太少了。哦，拔丝不到，拔不到丝啊？可以的啦，不可能两个拔不到丝的。这酒店可以煮啊，它有厨房啊。这酒店有厨房给我啊，有刀，有餐具，有锅，是煮好被我吃完了，我已经吃了很多个了，很好吃。云海芋头它选到这个很松啊，OK， 可以放冰箱冷了才吃吗？这个也可以啊，放冰箱冷了才吃也可以啊。我预产期五月。来来来，我们让这个冰糖糖浆凉一凉，凉了我们就来开始拔丝。OK， 我们要怎样拔丝呢？我们就是会一直，因为我煮很少。它锅很大，所以呢，我们要给一点耐心哦。你看，这煮的好吃。我煮东西都很好吃啊，朋友，我老婆问我做煮东西这样好吃，弄到我都尴尬了，我都不知道怎样回答他。哦，我想到了，我煮东西为什么这样好吃？因为我用心，嗯，啊，那朋友们，我们都是这样子啦，有没有看到？他们讲过冰水更加一流啊！啊，过冰水，过冰水它很快出水，过冰水。OK， 那可以，我留一点拍照，我不要吃了，等下真的吃下去就完了。来，我们这个差不多了，各位观众，他开始起丝了啊！我要怎样跟他勾着呢？来，各位观众，
number one， 你可以用古拉马克吗？古拉马克可以啊，可是我没有试过，可是这个这么香啊。洗吗？那个东西有洗吗？有，我洗洗了。来，朋友们，那如果你们在家里面有没有这个的话，用筷子也是可以，没有问题啊。用筷子也可以，没有问题的。还不够啊。然后记得这个糖浆不能冲到水啊，冲到水它会滚。OK， 来点、啊。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到，它现在开始有糖丝了。就这样简单了，就这样简单而已了，这个叫拔丝芋头了。啊，那如果不够的话，我这边我又在做，因为我不要浪费，不然那边我们吃掉就拍照就没有了。OK， 又有了。那拔丝芋头，比如，叮叮叮叮叮叮叮，阿大小喽，这样子就有没有阿大 fine dining？ 把这个芋头剪掉一半，绝对是 fine dining， 盘够大，芋头够少。好，欢乐时光过得真是快，又是时候说拜拜。我们再见啦，明天好，明天沙布朗餐厅。我们再见，拜拜。拜拜，做完你的手就这样。拜拜。晚安。晚安。